全部都已经满了，它也只是一块布箱。然后这个呢，你这一层会在这里，然后你这一层要切一半，然后这个切它超大，切一半是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两面都要折到。对，然后就是靠着它把它串勾上去，试图做出跟它一样的皱褶来。所以这一组要撤下来，三个人。